大家好，我的研究主题是建构三种上相应整数边长的圆内接多边形。首先是我的研究动机，这个题目的原题是要求一个边长为13131313的圆内接六边形的面积。那我就看到这个图形开始好奇，要怎么样才能建构出就是像这样边长是整数外圈没有存在的圆内接多边形？完美多边形，完美多边形在我作品中的定义就是边长以及外圈半径都是整数的圆内接六边形，像图二到图五这样子。研究目的，我想要找出三种上相应整数边长的圆内接多边形的边长及半径的一般式。那图六到图八写出了它的详细数值。研究方法，在这边我主要用到了本圆 B 字三元素以及 NC 打公式。完美多边形建构法，我只要把3NC 打的公式展开，然后带入 B 字三元素做变数变换，就可以得到它的一般式还有数值。半圆建构法，我只要建构两个边长都是游离数的半圆，然后将它的半径变成一样，然后再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完美多边形。使用地美弗定理建构，复数平面是的单位圆上存在边长和游离数的圆内接多边形。一组一般式建构多个完美多边形，在边长为 A B C D E 的圆内接多边形。我发现这就是它的一般式，竟然可以来建构11边形的 A11。结论：存在边长为整数，而且边长皆相应的圆内接 N 边形。我找到三种上相应整数边长的圆内接 N 边形的边长还有半径的一般式。我找到以一组一般式建构多个完美多边形的方法。谢谢大家。